你好啊，朋友。保持警戒。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。保持警戒。陛下，我们对祖达萨的攻击行动非常成功，部落全军节节败退，联盟在几周之内就能获得全面胜利。对，那代价呢？死伤惨重，就连梅卡托克都命悬一线，而且我担心神王拉斯塔哈的死会点燃赞达拉人心中的怒火。他是这场战争的牺牲者，身为君王一定要毫不犹豫地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我知道，吉恩，这我都明白。我们原本的用意是让赞达拉人和部落产生嫌隙，但现在他们的连结反而更稳固了。赞达拉一开战就损失半数以上的船舰，部落舰队则陷入混乱，剩下的船舰已经无力再抵抗库尔提拉斯海军了。这是部落最脆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乘胜追击，别让希瓦纳斯有余力去想别的阴谋诡计。在赞达拉人为先王哀悼的时候乘胜追击，这样一来我们就跟那个女妖没两样了。她确实是个大麻烦，我想她应该已经在找办法把局势扭转变成对她有利。我们要继续作战，但是在努力获胜之余，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原则和打这场仗的初衷。一切都是为了联盟。真的，你能为梅卡托克做点什么吗？对不起，保存他遗体的装置不是我能用魔法控制的。牧师们也一样无计可施。虽然历史会记载我们在赞达拉赢得了胜利，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。战争代价太大了，各方面都是。这就不说了，你伤势如何？多亏你挡住了部落的精锐战士，我们的舰队才能撤离。你为联盟赌上了一切，珍娜。还在养伤，但是我不会有事的。你要烦的事情够多了，不用担心我。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，阿姨，我很想你。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，安杜因，有些传言跟我的老朋友卡利亚米奈希尔有关。到底在阿拉西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有些地方我也不明白，但我会尽力向你说明。谢谢你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吧。